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艺人贾静雯最近带着两个女儿布布、波妞参加大陆亲子真人秀节目《妈妈是超人三》，姐妹俩萌样受到大家喜爱。预告中，贾静雯以素颜亮相，为了哄女儿吃饭，还特地戴上猫咪造型的发饰。但布布却似乎想挑食，不配合的闪来闪去，不乖乖吃饭，让原本温柔的妈妈慢慢转变成严厉的态度，当下就变脸，并瞪大眼直喊布布全名。九允飞，吃饭不好好吃在干什么？见到贾静雯严肃的神情，布布也立刻眼眶泛红，小脸涨红的哭闹喊：“我不要！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